我觉得跟悠悠在一起应该会每天都很开心，因为他其实蛮幽默蛮好笑的，然后也会很疼太太小孩，不是也会的，他也很疼太太小孩，然后对家人也都很好，祝福他们就是永远甜甜蜜蜜的永浴爱河。永结同心，然后恩爱一辈子，然后因为现在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的恩爱了，然后常常看到他们的就是恩爱的方式，其实让我也觉得在旁边看得很甜。有什么样的小例子跟我们分享？他是一个非常用很直男的方式在疼爱老婆的，然后他们两个常常很喜欢，就是有一些小斗嘴啊、小拌嘴。可是讲完之后，他永远都会回头再去称赞、赞美老婆，然后让老婆就是哭笑不得。我觉得这个方式蛮聪明的，就是生存意识还蛮高的。Yeah.